可以了吗？过来，可以啊。它翅膀还没整个张开。啊，本来就是啊。好，因为它在那边，我每次都觉得翅膀会折到，我就把它。好吧，来吧，谁的手上来？你就把手放到它的脚旁边试探，再靠近没关系。嘴巴上。有，它会去。它会吐气。来了，嗯，来啊，上来了。然后你慢慢的稍微拉开一点，往外，就是你往外，对，让它整个来抓你的脚，就跟你的脚，你的手，对对对，来了来了，其他只都抓很快，它是不喜欢你啊，你稍微往外拉一点，有点两口气。嗯嗯，好长，挡住它了吗？嗯，啊啊啊，不够，狠一点，狠一点，来了来了，上来了，你再慢慢把它拉走，它就直接来抓你的手。还有两只，它后面两只还没抓。嗯，你稍微拉走，你行吧？我抓前面几只都很顺，小四头八路。它是它有被粘到吗？那个脚被粘到吗？应该没有吧。